来一个 QQ 弹弹的九孔鲍鱼。为什么说它是九孔鲍鱼啊？因为它的背后啊，它是有九个窟窿的。哎，内脏不要吃，直接往下面拽牙齿出来。好，剩下的肉啊 QQ 弹弹的，特别好吃。好吃。你看这肉 QQ 弹弹，我替你们吃了。